成佛，众生度尽，方正菩提。一尊菩萨妙难论，光显金刚。南无本尊大愿地藏王菩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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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无上甚深微妙法。无上甚深微妙法。百千万劫难遭遇。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。我今见闻得受持。愿界如来真实义。各位法师，各位听经大德，大家好。咱继续要来甲各位介绍第四品念佛众生业感品，咱讲到四十五页。对于一切的成就如来，伊的这个慧修。咱这位如来离诸世有六万劫，那么离这个六万劫的劫，甲六万年无同款。年甲劫，年就是咱即马咧讲的，你即马民国几年哦？啊，那劫有分，有分别劫、成劫、坏劫。大劫，也离这个四种的分法，那用大劫来讲起来，有分别成、住、坏、空、大。啊，那是用小来讲起来，改缩小来讲，劫有分小劫、中劫、大劫。也离咱一般讲起来听较有。就是咧讲大中小，一离这个小劫安怎算？对咱的岁寿十岁，经过一百年加一岁，第二加加到八万四千岁，安尼叫增一增。对八万四千岁，经过一百年，佫减一岁，第二减减到岁寿剩十岁，安尼叫做一减。一增一减，安尼才一小劫。咱呢有二十个小劫，接一个中劫；四个中劫，接一个大劫。而这个中劫的中间，成住坏随着一项，那是大劫的时阵呢？就是成甲坏合起来，有八十个八劫，所以叫做一大劫。今日咱讲即尊佛，伊自世有六万劫，应该差不多甲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岁寿差不多，无量寿、无量光影啦。迄个时间呢，伊只讲即三劫来定判。六万劫的时间呢，为佛依佛，方能知止，凡夫无法度去算起。安尼，咱就可以知影了解，当时即尊佛住伫即个世间有遮长的时间。那么，即尊佛伊的因果、伊的因缘，下面就要讲出，要讲出伊即尊佛。伊的愿，
四十五页后壁面第四段，未出家时为小国王，以一灵国王为友，同行十善，饶益众生。事实一切地成就如来，未出家以前，未出家以前，伊是做一个国王，伊的原型事迹来统一这个世间。也这个国王，伊家呢，伊厝边，伊的格林呢，就是伊那国家小国家。所以小国家甲小国家的国王拢是隔壁的朋友尔。啊，这两个国王呢，拢同时行这个十善法，拢是做饶益有情的工作。所以这种的国王呢，叫做啥？叫做仁王。但是呢，这个国王的头一句为什么给我们飘是未出家，这样就是已经出家嘛，对不？所以呢，这个国王可见他有出家，出家修行是怎么做国王，做他怎么要出家。所以各位呢，今天如果你做总统，我看你就不出家了啦，对吧？其实呢，那是爱荣华富贵、爱名、爱权威的人，伊爱做国王，大家争取，大家拼。但是其实出家阁比做总统阁较难，出家。有啥物功德？是安怎人哪拢要出家？出家就是要出离在家的烦恼，庸尘的生活，所以修三门清净，超世的凡行，安尼才叫做出家。你《楞严经》内底讲：六听人民六住心，出家入道功德无量。非譬如可比，高于俗米，深于其海，广于虚空，由出家故，毕竟成佛。经中所讲的，讲这个国王，对吧？或者是讲咱讲的，讲一个家庭内底家长，一个家内底呢，一个国家内底，哪会当将来人去出家？或者是家己去出家，哇！这功德无量，大大到偌大，高亲像苏米山，深亲像大海，无边无际，广大如虚空，无涯无涯。为啥样？因为出家的因缘，最后就是会成佛。那一世一尊佛，一个人出家修成功，到尾啊成佛，一尊佛会当庇荫偌济人，啊，那也无讲着。你做一个总统，做一个国王，嘛才利益这个国家尔，你这个国家偌济人，不一定大家拢利益着啊。所以呢，讲着小比较呢，啊，咱就知影。一日咱出家修行，当然嘛甲。加以说明啦，出家有足侪种的出家啦，唔是穿即呐衫拢总叫做出家呢。你《法足论》内底讲出家有四种的出家，一种就是行出心不出，一种就是行不出心依出，第三种就是行心即出，第四种就是行心即不出。什么叫做行出心不出？行就是心嘛。这个身躯呢，穿这个出家衫，现出家相。不过心，同款伫咧念念不忘惯相，较想嘛咧想因家的代志，三不五时就返去因家住。这种个叫做啥？心出家，心肝无出家，
第二种的呢，就是行不出，心已出。这个身躯无出家，是居士相。伊住伫居士，住伫厝内修行。伊虽然有妻子，有五欲的颠倒，啊，毋过伊的心无贪念，无染着。伊的心思想都是咧想啥？想世间是无常，啊，出家修行种种的功德，这种的人。第三种的人，行心即出家，就是身躯披这领法服，现出家相，心内念念都是为佛的代志，身心拢清净修梵行，也对于一切欲境，心无过乱，名与利拢无想，这种的人，安尼叫做真正出家。第四种的叫做行心即不出家，这种的人就是讲，伊虽然有学佛，但是伊是做一个俗人，伊同款伫世间享受五欲乐，伊过着生活就是咱讲吃喝嫖乐呢，逐项伊拢总有。但是呢，这种的人呢，因为伊内心呢，贪着着这个世间的这个享受，所以对世间的人有贪念、有爱着，伊无法度出家，心心通无法度出家。讲起来，你拜佛拜偌久啊？啊，我拜济久啊！我自少年就拜，我嘛受菩萨戒，我嘛受五戒，我嘛皈依。啊，毋过我着食菜食袂落，我着是吼无法度啦。啊！你叫我出家哦，啊，我都遐早都爱起来，对无？我伫阮家拢嘛困到自然醒呢。哇，有影，这无法度对啦，吼、哦！啊，过来呢，出家我较袂合啦，啊，我都爱水啦，啊，我爱穿好啦，对无？吼、哦，安尼有影，这也无法度对啦。啊，啊，你讲。啊！你无法度啊，无是安怎？你较会，你较会去寺院拜啊？我着总爱去拜佛啦。啊，叫莫叫我出家就好啊。所以呢，即款的人叫做行心，拢无法度出家啦。你讲伊嘛做有善根吗？有啊，有善根啊，没智慧而已啊。哦，善根有啦。啊，可是呢，无法度割爱惜亲啊。所以有技术，表面上呢，有的人呢，哇，大大技术，你敢知影？有的人啊，安尼头毛剃甲哦，比阮出家人搁较光呢。哇，这个呢，大大技术，其实伊虽然呢，迄、那个样子好看起来呢，足有修的一个技术，穿衫是穿迄个对起码，搁有人穿阮这个出家衫。哦，有的人即马在家居士呢，拢穿即个出家衫。啊，但是呢，你若是要穿即呐出家衫，要剃掉即个头毛，爱代表佛教的修行人呢，修养爱相当好呢，啊，袂使做唔到代志呢。啊，毋过我看足济穿即个出家衫。搁剃光头，搁伫佛教内底咧做义工，但是足奇怪，伊会有念有心呢，伊搁背离佛教呢。安怎讲？伊会甲我讲师啊，啊，都无多啦，因缘啦，啊，我倒去啊，都拜佛啦，啊，去做义工，啊，都这个师姐都讲喊我做缘啦，哦，啊有缘啦。带回去做某，啊，咱来去踏一个丢嘞。所以，亲像这种的修行，你讲表面上啊，你做技术做有修，啊，人拄啊撞到这个戆的，讲，哎呦，伊这吼做，你看伊剃安尼穿安尼哦，伊做有修啊，哦，我就欣赏你，结果对你去啊，哪有影？卖拍死就够好加在呀，对。所以你家看背离三宝啊。你外表现迄个修行行，结果是来佛教内底咧怪人，安尼这叫做身心即不修改的技术呢？
这要安怎对得起佛祖啊？你拜佛拜得对啊，拜得卡只偏。所以莫怪人甲你骂一句讲挂哪假烧金，就是这个理由啊。所以咱做技师，今仔日咱也是技师，在家修，咱就是呢在家的形体，咱唔免标榜。我就是好好大技师，我就某某，我是外有修拄外有修，有修你表现看卖啊嘛，唔免得用迄个外表啊。修是对心修啊，还有很多啊，讲不完呐、啊、哈。那要讲到这尿素吼，迄真叫天乌一边，对不？啊，不说也罢，就知影讲这个修行。真正要修到身心安尼距离，唔是遐简单，啊，出家更加无简单，吼、哦。所以各位，《楞严经》嘛讲啊，讲布施之报是十世受福哦，六天人中往返十遍哦。有果不如放人出家去，自出家功德为圣。各位注意听、哦。你若逐天去布施救济，你的福报会当享十四人的福报，你天顶往回人间十拜，布施足多，家务足多。但是呢，还阁唔达到你会当鼓励一个人去出家，或者是你家己去出家，这功德超过你十世哦。为什么？布施之福是有限，结出家之福是无量无量无边。各位，你看看，安尼你比较一下，也听清楚这个功德的较量的无同。所以做布施、做善事、做救济，伊你干那会当享受十四人的天福呢？啊，不如去出家。你若家己去出家，还是教人度人去出家，你的功德更大。因为布施的福是有限啊，出家修的福是无限啊，所以各位恁家己好好去选择，这世人哪会当出家，你就物是良机啦，吼、哦。出家也好，家己伫出家，还是度人出家，拢会当颠转四道众生，所以应劫拢是无常慧眼，慧眼之性，历劫不坏。为怎样讲？因为福报人天之中，诸已受乐，无穷无尽，毕竟成就佛道。所以出家会当灭这个魔惯习，会当精益佛的精智，会当推灭恶法，会当中用善法，会当灭毒罪过，会当无上的福业。所以佛讲出家的功德，高于俗密，深于大海，广如虚空，就是这个理由。那么为什么要出家？在家修敢袂使吗？各位，福慧无同啊，同款安尼修啊，你在家修甲出家无同啊。度人出家，你会当得到无上的慧眼呐，你会当降伏魔君呐，你会当积灭恶法啦，你会当中用善法啦，你会当得到无上的慧业啊。所以快来出家，都爱有环境去甲你呢成就你的道业啊。如果讲起来，你咱。出家的功德经里底讲，佛阿难呢来请佛指示，讲若是度人出家，佮供养伊，这个人会当得到偌济福报。假使有人来诽谤、迫害人出家的因缘，到底伊受甚物罪？所以各位，这个。阿难来问世尊，这两点呢，我感觉非常重要，因为咱即卖人拢黑白出家，
现在的人呢，心情坏就要出家，债务一堆也要出家，感情不好势也要去出家，吃老啊，甲子孙啊斗未来也要去出家，电话就要出家。现在在出家做成在菜市场在画玲珑这样卖，所以这种这个问题一定要知道，太简单了。那佛呢来答复阿难说，说如果是道人出家或者是自己出家的功德，如果是要功德这些功德，阿难我说一百年，你问我这件事情，我用无尽的智慧一直讲，伫讲中间，除了我食饭的时间，除了我无咧讲话，我讲一百年，还阁讲袂完。佛呢，甲阿难讲遮，为怎会安尼讲？因为人呢，有时阵会生到天上，有生到人间，有时阵会做国王，有时阵伊会去享受天人的快乐。假使有人伊伫咧即个出家，伫沙门法的内中，你度即个人出家，佮帮助即个出家了后，佮伊的生活费用，佮帮助即个人伫生死中思想呢，你会当受快乐。所以我要讲这个人，伊的功德有偌济，讲一百年讲袂完。阿难呢，你就是尽你的慧修，一直到我进入涅槃为止，我还阁讲袂完。这个道人出家讲护持，讲保护出家，这个人的功德，安尼你讲看偌大。相反，假使有人要迫害人出家的因缘，就可比亲像啥，劫夺无尽的善财福德之积，就亲像破坏三十七座菩提法涅槃之因的七。有人要出家，咱家迫害，对无？咱家迫害呢，就可比亲像七去讲抢人的功德。去迫害人的这个呢菩提心，但是各位这点，而且爱特别甲恁呢分析一下啦，要不然吼、后讲啊，然后迄个吼讲要出家吼，你一定哎呦，未使讲动，未使讲动哦，动这出家哦，动人出家哦，这罪偌重呢，你敢知？啊，到底什么款人爱动，什么款人未使动？各位，时间的关系，咱下一届。接过来，甲你对这个出家这部分，甲你呢分析一下。下面咱来回向，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，地藏菩萨。